谢谢老师来恭请老师来接待小姐大众。阿弥陀佛，大家平安。真欢喜啊，有这个机会，我一当知影讲，这个礼拜到底第满时阵哦，是最声音啊。真欢喜恁来，我知影啊，我有真侪爱努力的空间，也真欢喜有真侪兄弟姊妹来到这款空间，作为欢喜吼。啊，就我其实大部分的人个知影，我的家庭是无信主啦吼，我爸爸妈妈啊，我的姐姐。在阮是中间吼，啊，阮是高中个时阵才开始去团契。我心内中间有几个教会，对我来讲真要紧，一个是圣经教会。虽然我职务伫遐，我嘛毋捌伫遐上聚会，但是我圣经高中个时阵才开始接触信仰吼。第二是我个母会，我去台北团契，我伫遐做个过去叫做地冠新教派啦吼，即摆叫做基利教会，啊，伫遐嘛有中间吼。真欢喜，因在赶来吼。啊，顶届阮结婚的时阵啊吼，因对台北赶来吼，啊，一直到收尾礼礼拢结束才到啊吼。啊，我足欢喜的，今日赶到啊。啊，因为拢在真，其他其实对我意义真重要，教会是重要啊。对，教会是我第一目标，教会。啊，而且我想透过啊重要三年，我就在学习特别。开下教会有真好个教会，伫中了我开始甲知影，了甲认识个三个做伙。接下来是中阳堂中科啦吼，中阳中科啊，虽然两听名差一字啦吼，但是照你讲，我是共一个教会啦吼，中阳堂中科教会。啊，中阳是我开始入团队个所在啦吼。啊，过去其实我真希望会当入团队内面负债，也感谢上帝，我伫中阳四年久个时间，我有做一个学习。就是团队中间吼，啊，伫中年过程，我感觉对我来讲上大个是，安怎会当去专心，伫华语礼拜内底学会华语礼拜遐个遐个智慧，啊，这对来讲是一个真重要个经验吼。其实我从来毋捌想讲要来德山啦吼，为虾米？因为我伫中寮三年久吼，中寮含德山是同一个区块。是咱豆腐的吼，我你无相信，我伫中寮三年久，我唔捌来到德山教会，唔捌。但是讲我嘛足奇怪，但为虾米啊？因照拢规区会是应该来德山吼，但是足奇怪，咱三年久，我敢若唔捌来德山规区会款吼。啊，我敢若要去水顶，反倒我去水顶，我一定来去水顶吼，去水顶几啊届吼。反倒等于我对水顶的回忆就嘛比德山比复杂啦吼。啊，等于无想讲三届年纪。来到德山，我印象真深啦吼。因为过去我根本从来冇来到德山教会啦，虽然是感觉离得南投区的，但是我印象真深。四月份，应该是四月份，我第一届来德山，第一届来德山教会时阵，啊，而且我上注引起我的注意吼，注意的是，咱在有感受到无？这是一个无围墙的教会啦。无微信个教会吼，啊，这真吸引我啦吼，伊真吸引我。我感觉这是一个真特别啦吼，一个真特别的一个构想吼。啊，进教会毋敢无微信尔吼，其实虽然门锁掉嘞吼，但是你若注意看，这个教会除了迄个墙袂当拍窗仔以外，这个教会还是半透明个啦，半透明吼，就你徛伫外口，咱看进教会看清清楚楚吼，啊。基督信仰过去伫台湾个社会内面，我感觉真神秘啦，真神秘吼。我印象真深是过去伫中寮吼，啊，唯有贵心啊，我去处理迄个丧事就是啊，过几礼拜时阵，也捌听唯有甲我讲啦吼，讲吼，讲伊因为初信贵心嘛，啊，伊就朋友讲啊，阮厝边咧甲我讲吼，讲啊，阮太太阮某某来过身的时阵哦，千万不能叫牧师来吼，因牧师哦，拢甲目睭吼，含心肝乌去做药啊，唔通我千万能叫牧师来吼。当时无唔对哦，当时台湾拄啊基督教拄啊传入来时阵，大部分的人对基督教印象是安尼，就讲基督教足神秘的吼，哦，迄传教做药啊，哪会遐好用吼？
啊，伊药食落天时好，因为拢补人的目睭含心啦吼，来当去做药啊，即系好用啦吼。过去到落到人心病啊，人心病吼，有胃肠啊，胃肠吼，所以人心歹打入来到胃，到胃人含心恶咧打出去伫外口啊，来伫外口啊。第三集我上大印象是一个无胃肠的到胃啦，无胃肠到胃。人较习惯是起胃肠啦，炖地汤，哦起胃肠，胃肠佫无够，佫牵电网啊，内面佫爱肠才够，挂一块牌叫啥？内有恶犬哦，安尼较安全哦。人的习惯是安尼哦，因为为着安全，为着安全感，为着我的范围，我的世代哦，所以人毋茫是起胃肠哦。迄、这个胃肠也毋是讲有形，但是胃肠常常来讲无形的吼，莫来侵犯，莫来搬过迄个界线吼，人会起一个界线，莫搬过来啦，莫搬，这是我的文化，这是我的习惯，这是我的家庭吼，这是我的吼，莫来侵犯吼。总是无胃肠的到位，我是一个，我感觉一个真大的提醒啦吼，毋是讲吼，兄弟姊妹应当礼拜。伊也是咧讲，教会内面的人爱吼，行出去啦，行出去吼。无以前当然嘛有代价啦吼，无以前当然嘛有代价。啊，我印象真深是，中年教会发生一届去家庭礼拜，摆福音车，咱对迄个文心路吼，要过去大庭迄边，我袂记得是伊倒位还是家庭礼拜吼，经过中年国小。伊个中国小吼，哎，哎呦，这个国小无以前哦，会害哦，搞到放贷吼啊，迄边喏吼，中国小后来改变以后无以前哦，我们在那有注意到，特别是中年路这边吼，无以前啊做真侪代志吼，比如讲到了要放贷，到未了交贷啦吼，啊，搁有做真物件是破坏吼，算是无以前，我感觉迄是一种信任安全。也是咧代表一种决心啦吼，决心啦吼。我相信，拄仔开始对咱来讲会袂习惯，但是，如果对信仰了解，我相信教会应该是无危险啦吼，无危险。啊，也予咱会当渐渐踏出家己的危险，踏出家己的界限，踏出家己的，伫咱的教会，感觉咱教会是传统的文化。啊，是咱已经形成，有人讲这是中山阶级的团体，是一个富裕的团体哦。咱要打出这个名来，转去当初传教士，在咱中间有七十几年前的牧者，是八十几年前，其实上早在咱中间今来的吼，上早的因个啊，因个老爸其实是八条是牧师啦吼，伊是遮第二任的牧师啦吼。啊，1909年来到伫吉丹，啊，1909年，即边差不多是上尾即个百年前啦吼。到底因啊离开家己的文化，家离开家己的过去所习惯吼。啊，吉丹也后来知影讲，甲含维教牧师其实有淡薄仔关系吼。含维教牧师差不多甲大众的教会、中国教会、真侪教会拢有真深的关系。到底离开故乡，离开伊个习惯文化，来到一个甲伊完全无款的文化。就是要建立教会，伊咧是一件真感动人个代志，救助方针，也真欢喜是啊，中年还是伫啊，一旦个就任啊，阮厝个人拢有来，这是对我讲是一件真鼓励个代志啦吼。不管我有三个家庭啦吼，我有三个家庭，结婚以后另有三个家庭啦吼，好，阮家做区分个即邻近个厝啦吼，啊，三幺个厝啦吼。啊，电信局的厝啦吼，啊，因为啊，三个爸爸妈妈住伫外块的所在啦吼，啊，真欢喜是因，是阮啊，公公就因拢有来吼，不管是啊，阮的家庭啊，阮的亲人，即款拢是一个真大的鼓励，就再一次来介绍。以上是我的分享，多谢。